上野って言えば、あの上野動物公園、うん、上野動物公園って言えば、あの先ほど解説してもらった、そう、パンダ。中国で、あ、何度もパンダ見たことがあります。就是去成都看熊猫。比起看真的熊猫，更喜欢在网上看熊猫的搞笑视频，超级可爱。熊猫，熊猫什么样的？是竹子，是竹子。他们需要这样吗？应该是好像是横着伸，这样好像他们要这样。他们好像看，就这样看。嗯，觉得好像。今天我们是来看 Koshino Junko 老师为这个长安悲恋的一个歌剧做的服装。嗯，这个歌剧是以当时唐代为背景的歌剧，应该从这个名字来看是应该是一个挺悲伤的故事吧。我们今天在这里打算参观一下后台，看一下舞台服装到底是怎么样的，同时也学习一下 Koshino 老师的设计。嗯，你觉得这个衣服会是怎么样的？嗯，感觉唐朝的时候应该还比较富贵吧。嗯，感觉应该比较会比较华丽。但是 Koshino Junko 老师以日本的视角是怎么看唐朝的衣服？嗯，我也觉得蛮期待的。ベトナムのオペラの演目もあのパリ の, あのショーも北京でも ね, そうですね大きくショーやった時にもあのヘアメイクのチーフをさせてもらってます。あと純子先生のメイクも最近は ね, そうですね、男性のこ の, あの絵帽子かぶる帽子も実は全部手作りです就是做成帽子的样子ね、うん、就是试装。で、あのこれフィッティングの時なんですよ。だからまだいつものヘアメイクの段階でこのように。就是平时的那个妆妆感。それで、あの純子先生から、あ、じゃあこの人はあのこんな感じがいいわねっていう風にまあこうやって言いますよね。うん。こちらがあのピッタンで。やっぱり純子先生トータル。トータルで初めてその衣装のイメージが完成する。就是純子老师不只是只设计衣服，而是整个造型的感觉。ヘアデザイナーの中でも、やっぱり純子先生はすごくヘアメイク、そしてもうトータルすごく大事にされているファッションデザイナーのやっぱり方なので、世界で通用するっていうのはそこだと思いますね。今回の衣装って売る洋服ではないから、あくまでも舞台でお客様を感動させる服なので、クリエーションで言うと最も高いレベルを要求している。純子先生がデザインとは人を感動させれるのがデザインよってよく言われるんで、まあ私もヘアメイクデザインをその人を感動させれることができて初めてやっぱヘアメイクアーティストかなと思います。あの純子先生はもう本当世界基準のね素晴らしい方なんでね、すごいラッキーでね、素晴らしい経験ですねこういう裏が見れるんですもんね。素晴らしい滞在とね経験で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ね、いずれねデザイナーとねお会いできたら嬉しいですね。これチュールっていうね素材なんですけど、両サイドからウールをかぶせてシュリンクさせてるの。
縮ませてる。これはもうものすごく難しい技術で、なかなかたくさんは作ることできないんですけど、こういうアートピースとして一点物で作る。只能作为就是艺术的一部分，就是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做一件这样。見た人は中国をイメージしやすいように。色全部設定してます。所以颜色也是能够让别人联想到中国的颜色，所以设计了这些。覚えてるかな、最初のコレクションで中国のイメージ。で、これがその時の、本当にその時の洋服です。就是当时的服装，真的是当时古董吗？最初のパリコレクションの時の洋服。就是那个时候的服装。なんで今日見てもらって、その話の流れがね、全部わか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全体としてどういうところに自分が感動を受けたとか、音かもしれないし、色かもしれない、会場の雰囲気かもしれない、何か自分にとっていいと思うものを持ち帰ってもらいたい。今からはい大丈夫、はい、楽しくて、あのあれですよ、中国のものが好き、うん、中国語は出ないのね、日本語だからねでも物語は中国だから当時の中文は不会说中文ね、だからフィーリングで分かるよね席はちゃんとありますか？はい、あります。はい、はい、想理我们，那你晒太阳吧，我们去吃饭了。再见了。好，解说。OK， 来。哦。OK， 走走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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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有种在重庆解放碑的感觉，全都在拍照，然后我要从人群中穿插，然后去拍。OK OK， 对呀。嗯，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学过钢琴，也学了好几年嘛。就是会识谱，就有点好奇那个谱上写的是什么，但是他那里的谱都是别的乐器的谱，其实不太看得懂，而且小提琴的谱子跟钢琴有点不一样，所以就是，不过我觉得看一看还是很有意思。嗯，其实我在那里刚进那个演奏厅，我就被那个巨大的管风琴给震惊到了，因为我从小就其实很喜欢管风琴的音乐。嗯，我觉得它的音色非常美，我觉得虽然只是一个小的愿望，但是我希望有一天能自己弹一次管风琴。嗯，就感觉到音乐可以从音乐当中感受到一些东西吧，然后可能最开始听的音乐的话，可能会还是从特别我最喜欢的动漫就是《轻音少女》吧，从那时候开始接触了乐器，然后慢慢的就是其实从喜欢贝斯是因为，首先是因为里面的角色秋山林嘛，很喜欢。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真的能感觉到贝斯是一个，就他声音很低嘛，然后也比较感觉在乐队里面的角色也是比较低调，但是确实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也算是这样，一样有一种同样感觉的存在吧，跟贝斯差不多。然后所以就很喜欢贝斯。然后之后想组乐队的想法也是一直存在的，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不是如果有机会就是我一定要把贝斯学好，我真的很想组乐队来，然后最好是能演唱自己的歌，能唱的。是我第一次听歌剧，
就是也从来没听说过中国风的歌剧。我觉得 Koshino Junko 老师做的服装让这个歌剧变得更完整了，展现给大家的世界更鲜明了。我们做服装也是为了让穿的人变成一个更好的、更漂亮的自己。这其实是我第一次看歌剧，然后不同于我之前看的话剧还有音乐剧，感觉它没有那些，感觉它的艺术性更高吧，艺术成分。然后但不管是哪种表演形式，我都觉得艺术它是一个提供给人一个入口的东西，就是提供给你这个感受的入口，然后再由你自取去理解去体会。然后我觉得就像做 idol 也一样，就是你要把一首歌的情绪传达给大家，然后让大家也能跟着你的感受一起去领会嘛，感动到，有被触动到，就觉得老师真的很厉害。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高啊，我觉得老师怎么这么老师好爱的純子先生で本当に優しい人ですね。粉色 Hello Kitty 可以，没有啊，我装粉色包包，我皮卡拍摄眼睛会大的，还有的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去看了由Junko Koshino老师进行服装指导的歌剧《长安悲恋》。好，老师有带我们去服装间参观了戏服，然后也给我们进行了讲解。然后在仔细观察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它的图案、颜色还有面料，真的都颇具考究。然后结合唐朝的历史，然后就会觉得，就知道它是件戏服，但是也很想穿上。先试试那种，但是应该不能。然后之后就是在结束之后，所有演员身穿着老师设计的衣服，老师也有上来一起谢幕的时候，就大家站成一排穿着戏服，真的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有点被震撼的感觉，在那种场景下真的觉得好厉害，觉得老师真的是把自己的想法传递出来了，真的好厉害。今天去看了歌剧《长安悲恋》，是作曲家松下恭先生的遗作。松下恭先生英年早逝了，所以大家为了纪念他办了这样一场歌剧的演唱会。我是第一次听到歌剧，更何况是中国风的歌剧，就觉得真的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当它是宫殿的场景的时候，就是闭上眼仿佛就在华清宫里面，觉得真的好厉害，能营造出这样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最精彩的还是俊考老师设计的衣服，是那种很现代又古代的衣服，就是很能体现出各个角色的特征，但是又有他那种非常特别的风格，太棒了。